我不介意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。以前我热爱生物科学，而你父亲那时候愿意给我空间，邀请我加入 TCG 商业集团。我们的研究方向违背了生物发展的规律，只能秘密进行。后来我发现章鱼的基因 居然可以与人类结合，于是我开始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实验。不料实验发生了意外 ，TCG 集团为了消灭证据，竟然想要弄死我。万幸我躲进了一家偏僻的诊所，一个叫戴斯的医生把我救了下来，最终保住了我的性命。为了不被你父亲赶尽杀绝， 必须要彻底的隐瞒信息。我杀死了医生，整了容，从此我叫庞德勒戴斯。你连个救命恩人都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闭嘴！我必须活着 ！TCG 还没有垮，像你帮这种人还没死。实验成功了。 带走实验成果，绝对不留给 TCG。我救章鱼根本就不是为了造福人类，是为了治愈你自己。TCG 雇佣华人做科研，不惜违反生物规律，无非就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。而我要带走实验成果，让你把一无所获，保证会让所有证据灰飞烟灭，可惜呀！ 再扣5分钟，你就会被淹死。别了，亲爱的罗莎。